有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所以现在要干嘛？我都完全忘记了。主线是不是？差点忘记要干嘛了。行云之力。我是很励志的。因为我感觉我这台跑不太动。哎，新增了一个时装了，是这个吗？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两个其中一个，要登录哎，死定了！那商城哎，商城，掩体礼包。怎么办呢？灵台后面还没开，看个聊天室，小件事。